但是呢，最近频道经营的比较惨淡一点，所以呢又被大胖魔王逼着要出来找我们的流量密码，带大家来找流量密码。在我身上有看到什么标签？鬼怪传说特展，就想说里面他说已经有什么僵尸啊、木乃伊啊。一号，好像总共有六，总共有六只。接下来就已经不是工作了，接下来就要去玩了。我是芋圆，然后我叫芋圆啊，超贵啊。33000，挤一个吧。对，哎呦，枯木，就像枯木也会在春天哦，来春天开哦，爱哦。人生就像眼中的辛劳，有一天会得到回报。草木再次盛开，气味充满林间，再次时来运转时机。哎呦，跟未来来一样哦。今天这一支转一转，我们就运开了。刚刚都前面有介绍到说，就是它就在升平戏院旁边。那我们来看一下升平戏院。哎，我觉得戏院本身也是一个蛮阴的。对，新北最老戏院。它可以进去。最老戏院。好了，不然我们就先逛一下。我们就逛一下，意思一下啦，好不好？不然太早收工也不好意思。对。谢谢。对不起。不是，为什么有一种那个监狱监狱感觉？这个起子看起来，飞行城市不是也是一部片吗？对啊，这看起来是。我看摄影大哥，摄影大哥比较大。在这拍的哦。对不起。九份取景年度大戏。嗯。长这样吗？直接看戏看起来的。所以森林戏院里面就长这样吗？不是吧？就长这样，然后大家就坐在这边看戏哦。好像。其实有种教堂的感觉。找一个位置就给他坐起来。就也不知道要干嘛，什么意思？这要干嘛？哦，就告诉你一些升平戏院的历史。升平再见，这串你了，太串了。这个阿甘姨，九份什么？九份不是芋圆好吃，是楼梯太多，真的不友善。好，我们先要去吃阿甘姨。其实这一支摄影原本是阿宇，但是又阿宇怎样？办公室啊，吹冷气，让大家体验一下一边的镜头语言，满满的爱，还要喘息，跟头好痛。他再上去，他再上去，我看到了，有看到，就是为了吃，我们一定要走到最后，还不给他笑起来。有看到指标。镜头里面应该都是我们的喘息声，真的，这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营造的哦，真的。营造什么？而且我一直好几度快摔倒，对，又要拍你，然后又看楼梯，要讲话，都有。对，是这。啊，对，好，可以坐下来了。一定要试一下，我要试这么远。现在就是继续我们的玩乐行程，茶花龟边吃边玩。下一站茶花龟，是这里吧？这边，目的地已抵达。好龟敲，有袋子吗？有袋吗？有啊，有袋子。谢谢，这样就可以了，谢谢。那你们收据吗？有，放到隔壁啊，看他可不可以。好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哎，你好，要什么？战利品。包装吗？我们现在要找饮料喝，太渴了，真的。还是喝酒。刚其实看他臭豆腐，蛮想吃，想吃。就整路上都在问我们到底想吃什么。这边有这个吗？要吗？没有，不要，这个我不要。
下。这当晚餐，我好像也想要。老板，他耶耶，大包小包。真的是来玩的。还有袜子，他那个真的很可爱，小小小的。你要买吗？可以看一下小包。这很 Q 哎。这很适合小朋友去上幼稚园招待。好重，这个不是大人带的吧？这是小朋友专区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对，又要买呀。好热呀！两杯洛神茶。好。存钱够用，等下给你们。拜。老板讲诶，拎蕊套新凉，他已经帮我们擦好，好贴心，清淡清淡。